同为空巢老谷，无稽之谈，怂批谷歌竟然能开后宫，而他的春天则是暗黑精灵艾里安。由于有人类无视条约，安迪绑架精灵并作为奴隶进行买卖，作为精灵族长候选，艾里安到处救人义不容辞。而与此同时，男主谷歌为了赚点小钱正在打家劫舍，走强盗的路，让强盗无路可走，俗称黑吃黑，毕竟出来抢的早晚得还。路见不平顺便打包的谷歌正高兴地打算回家下烧烤，但他刚走出洞口就遇上了春天大妹子怼脸而来，这一波的你来我往，兵戎相见。亮出耳朵之后，谷歌顿时眼前一亮，我的个乖乖，借妹妹我熟，这不就是自己刚穿头一天见过的精灵妹子吗？但很明显，妹子已经把他当成了强盗，叫嚣让他放掉自己的同伴，而且打算继续开干。谷歌却大喊：“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瞎说。”この入れたちが盗賊に見えるか？不得不说，这话说的没有一点道理。果然，妹子想相信，但智商不允许。于是他继续动刀。瞬间被菜狗蒙了一脸，当场失去战斗力。原来菜狗是只仙灵兽，戒心超强，能让他认主的不是慈善家就是圣母玛利亚，专发好人卡，俗称人格担保兽，漂亮绝对的可爱即正义。就这样，谷歌蒙混过关，俩人误会解除，精灵妹也主动道歉，还说出了自己是听说这儿有人关押精灵，所以才在暗中观察。此话一出，谷歌才想起刚才洞穴内看到的那几个笼子，与他告诉妹子里面早已人去笼空。精灵妹得知自己来晚一步，就打算离开。谷歌一看，赶紧表示自己能上门白给，帮忙。但妹子撂下一句不需要就拒绝了。可这并不是问题，作为一穿越界精英，正义的头模打击，谷歌那肯定是要路见不平才回脚，顺便脱单的。于第二天，男主又一波凌波微步，无 CD 闪现后就来到了精灵森林打听消息。果然人算不如作者上，森林里传来一声救命，就开启了男主的后宫主线。只见一只精灵小萝莉在一记经典平地摔后，被一凶鬼一把薅住，而领头的则是标准地主家撒儿子的西瓜头，正搁那儿玩绑票。发现这一幕的谷歌还在纠结如何低调出击时，一道黑影闪过，接着起手一刀就拿下杀。原来是精灵妹子杀到，让对方交出自己同伴，但对方一见是个大妹子，第二非常的高兴，毕竟越大越值钱，而且精灵族人基本都是弱鸡，于是他们打算一拥而上，组团单挑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眼前的是个精灵女战士。正当有凶鬼伸出狼爪时，只见妹子俩眼儿一盯，接着小手一挥，表示你们被我一个人包围了。很快，一帮子小杂鱼就被清理了大半。见识到妹子的实力，谷歌本打算在线吃瓜，但不料西瓜头不讲武德，直接拿捏人质，威胁妹子放下武器。眼看精灵妹子也毫无办法，要被抓四送一，谷歌高低妹忍住一招天降正义，然后一个大逼斗把那老六揍得白眼一翻，当场跪地。眼看危机解除，精灵妹子也是直接一大招清场，就这样俩人成功救下了小精灵。然而这并没有结束，小精灵们全都被人带上了噬魂圈，魔法被封印才会束手就擒。要知道这噬魂圈那可是高阶道具，没有主人基本无解，除非来个带挂的。而此时只见谷歌随手一挥，想圈就废，然后还顺带送了一个治愈魔法。好家伙，女主直接人都傻了。要知道无影杀已经是法师顶级了，这人竟然还会传说级技能瞬移闪现，外加瞬间治愈，漂亮！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傲天尽在我身边，这他妈就是个挂呀！于是精灵妹子当机立断，表示要雇佣谷歌，让他帮自己营救同伴。而作为一高质量舔狗配精英，谷歌也当场同意。与此同时，精灵族传来消息说找到了买卖精灵的据点，让妹子前往营救。就这样，谷歌开启了带妹冒险之旅。